啊，这是我家，我家在这，我是干爹啊，我的家怎么那么破旧？我家没东西耶、欸。哦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哦，我好帅哦！哎，大家，大家，哎，这就是我的样子，因为他照着我的画的。欢迎光临我的剧院。哎，只是用我的声音配很正常。哈哈，我的角色设定是设定就是很悲惨的人生，原本是一个爱笑然后富有正义感的人，然后后来一些事情之后，为了救一个小女孩，左手就是失去我的左手，换一个小女孩的性命，但最后还是没换成，从此就变成不相信任何人。虽然这跟我的油托博剧院比起来规模差很多，但真正演员不会因为场地受限。来吧，观众们，今天想听什么？英雄缪克达斯用右手作为交换，把小女孩从邪教徒手中拯救下来的故事吗？哈哈，我还用英雄哦。哎，我之前的人设是这样，人设差不多是这样啦。然后我请他们编剧帮我补足这个人的角色的成长过程或是背景这样。小女孩只要生病就割喉是沙漠的传统，对于信仰虔诚的你们来说完全不能理解吧。是沙漠那个时候是我是定一个黑死病的村庄，然后你只要得病的话就一律割喉处刑。我没有说是什么传统啊，因为以前对西方人，对欧洲人来说，我不确定是不是以前真的西方有这样，就是你只要患得莫名的疾病，就像这次的冠状病毒一样，因为没办法医嘛，所以为了怕传染，就一律格杀勿论。想要拯救病人，只能奉献最重要的东西。对缪克达斯来说，就是右手。可惜的是，缪克达斯只有一只右手。哦，原来是右手，不是左手，我忘记了，太久了啊。如果我的右手还在，就可以挡住飞向他后颈的暗箭，但我的右手已经用来换他躲过绞刑，所以，没错，白白损失了右手，看遍女神照耀之地，还有更悲伤的事情吗？就是当时我人生是说，我用右手换小女孩，然后换下来之后，最后小女孩是被他们用其他的计谋给害死了。那我这边没有讲说是用什么方式又害死小女孩。今天的戏唱完了，明天再来吧。I never mind me。你还在啊？我总觉得是觉得女神自有安排。你为了大意失去的右手，必定会换得到什么东西。这些鬼话你信？叫脸上抄来的吧，我信，而且我知道你也相信。你怎么知道我也相信？我对微光啊，女神的那些狂热发言，抱持尊敬的怀疑。你的态度跟我无关，微光也好，女神也好，都只不过是个词汇罢了。这些好听话谁不会说呢？谁又能证明那些词汇就是他们该有的意思？我们都只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意识容器罢了。所以你的意识和一般一手的词汇意义不同，对吧？你看得出来，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当你先知帮助我的时候，告诉我，你只要负责让他遇到真正的主人，等那个人出现时，你就会知道了。看来他的主人出现了，你拿去吧，我不会想念他的。银手，好酷哦，好酷哦，好酷哦。竟然变成一个我的武器欸，我的人设，我没有我的角色给一个主角一个武器欸，那我这样用的啊，开玩笑。欸，还是银手只是一个装备啊。欸，没有看到啊，还是那道具。哦，道具哦。傲慢越到晚年的作品越俊疯狂，这件作品极为代表使用召唤一团黑雾，沿着地面化前被黑雾盯上，敌人被恶魔
只手困住并持续受伤。哦，他再用一次吗？他只用一次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玩你的事。你不懂放弃对吧？你还没告诉我的事情，虽然我有点说过这个隐晦的对话了。好吧，我投降。先知告诉我，他们的真正主人会追根究底，追寻你不想分享的事物。我说的不想分享是吗？如果你是他们真正的主人，我想他们会回应你的召唤。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风，我是在说风。你相信这是个等价交换的世界？没错，我们都只是某种容器。你知道什么可以容纳风吗？没错，就是我。戏唱完了，游戏开始了。找到我，他们就会离开我，依附到你身上。哇哦，好酷哦！我的脸怎么那么好笑？哎，当然我的脸就长这样啊。是要找他是不是？我要找我自己，不是，我要找我自己。啊，你看我家有50块钱。是我要去哪里找他？找到他，找到我了，找到我自己了。没有，他就是我，他就是他们的美术师照我的样子画出来的角色。那我的右手是断掉的。你找到我了，离游戏结束时间还早，我还揣着最后一首咏叹调继续听。在休止符面前的段落总是最为激昂。好酷哦，好好玩哦。因为他说游戏时间快结束了，就是因为这个是 demo 嘛。然后咧，然后他就这么走了吗？Okay.